Listen. 没有技术，来吧，不然怎么？来，一个 K， 呀，对，不是一夹，嗯。对呀、啊，你肯定不能看，你看着你看着就刮了，看着就不高级。好，往上撒。说你多了，如果是这样。上撒。哈哈，还要把牌拿出来，我怎么做呀？那谁多了？也做了这个错的立场，说你懂我。下来。美人，我就是喜欢自斟一杯作为一的我。拿反了、啊、你的那一面得朝着我们。对不起，不要别急。为了地心引力，上看我，看我，做特别的存在。你最喜欢哪种动物？不就两个吗？鹦鹉跟狗啊。有想过自己要养一只狗吗？想过。那这个。想养那种国美，特别小的。所以你是怕大狗，喜欢小狗是吧？喜欢不叫的。上面是啥盖的？好吃。发现好吃。小丑。要跟镜头互动哦。好的。不是玻璃房，不是涂鸦墙，本来就是点点老鼠来写。我是卖火柴小男孩了，我现在每天都在拍东西，然后天天都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快乐，因为跟小伙伴们在一起呢，就觉得这种工作氛围啊，其实特别有意思，毕竟大家都在同心协力完成一件事情嘛，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这种感觉。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是小丑。是的，我是小丑。就在这里，激情对戏，好吧？火柴，我杀，呀，哎，哒，不，不。这个能拍照吗，张哥？富，哎，你的片子再出来一点呗，听多了。我是一个售票员，一张票300块，给票就进了。爱来不来，帮我，要你管。哦，你要300块 ？Yeah， 我是 rap star。Yeah。哎，老板，给我来张票，给我来张票噻！一张票300块。哦，我是 Red Star 也不行吗？啊 ，Red Star 你可以给299啊，也没关系啊。那算了。我出门在四哥门，部落轮光24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什么在 check out 到全世界什么？哦，他要点火。
真的很棒棒哦。微信，微信到账3.5亿。只准拍我上半身。哎，说了让你拍我上半身，你就往我下半身。你这是怎么什么玩意儿？我。你是把这个点着是吧？对，然后我钻过去。这是北方的思想，我们那儿没有炕。我是这样子。哎啊，可以可以，就这样。要不然你一会儿先来一个。你说好了要给我示范一个。我没说啊。怎么没说好？刚刚你都拍我裤子展开了，你还不让我来那个拍拍？邵老师，哎，所以你的角色是一名驯兽师吗？不是，是吗？我是专门训你的。说我是个什么门童？门童是什么？保安吗？这一看就长得不像中指啊，谁的小拇指这么粗？是马戏团的，不是，他们是马戏团的故事警官。他等于是，警官就是拿出帽子，拿帽子往里面拿兔子，然后有小偷的时候就拿兔子扔。什么呀？好差呀！我刚才取东西没办法，我不能一心两用吧，是吧？怎么样？你这我怎么一心二用啊？可以这样吗？还有这手拿着手机呢。就这，他人太低了。小心，看呀，真人。哇，你看，看，像变魔术。来，这里。别玩飘了，来，抓紧时间，快点。跟那个狗一样，你喜欢穿什么？来个漂亮，跳舞，漂亮一下。他不会说话吗？跳舞，跳个舞，看一个，跳个舞。他不会说话吗？会，谢谢，谢谢，谢谢。你给他放你们的那个歌，刚才放拍谢谢拍的时候，对，你放歌他就跳舞了，谢谢。放歌他就跳舞了，他不说话呀？谢亚轩。老师们，你看他在听，给你吗？没事，哎，他炸毛了。哈哈。要怕的话，放手，放手，不要放手。可以摸他吗？可以。你戴个手套不行啊？
慢慢的摸到后背，摸到后背，我都摸到里面，摸到哪的，哎，慢慢过去。没有，吓一大跳。摇，也特别，特别摸到后背。摸到后背，摸到后背。他在跳舞啊！好可爱啊！来测一下，测一下，测一下衣服。有没有想你家六金？想啊，好久没见了。家是家的。你也有，等一下啊，你也有。哎，来吧，来呀！不行，先带吧，求你们了。Don't 先摘发，不要先摘发，马哥。三个吗？三个。小轩，现在就发了，别发。发了。发了。反正绝对能抢到。19饭。怎么也发了呀？33，我抢了50块钱回来，我抢了50多。我想10块，我想30。反正你自己不抢的吧？自己的和他。我现在吗？哇，冉轩，你是在地上滚了的吗？还刚衣服在地上滚吗？客气客气。你看他怕了，过一下，过一下，踩一下，这太像了，这完全是精髓。再给你站一下。他怂了。那当然想了。来呀！笑跑了。他叫什么名字啊？汽水儿。来呀，汽水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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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来了！汽水儿，嗨，你好。汽水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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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过来。爸爸什么玩意儿，你都不敢过来。我不会伤害你的。你下一个。大家能不能对他好一点啊？刚刚不是我下的局，他不会咬人吗？会咬。我认为杀后他会去捡吗？他会咬给你，然后他把这里面的东西吃到嘴巴里面，那完蛋了。汽水儿，汽水儿。哈哈哈！你干啥呀？坏呀！好坏呀！汽水儿，我很想，我好喜欢小狗啊。他不来了，他都不来了。六金原地失宠吗？
发生了猫叫。喵喵，吓人呀！我每发出来时，他就看我一眼。不过怎么感觉还挺可爱的样子？你想摸一下他？不想。小心，小心！我无所谓了。你为什么这样子嘞？我太累。因为我们穿的是一条短裤。啊、哦，然后呢？因为光着腿太冷了，所以说就围了一个毛衣，对，仅此而已了。我们的工作人员说，现在的舞蹈只要做出来一个动作，他就可以唱出这个动作的歌词，知道这是哪里。稍微写简单一点。这个要你管才怪，可以，哎，可以。秘密 for you。 这应该是一段dance break。 可以啊。看手、okay. 看镜头，看气球，看我，再看那边，这么多玩儿。我好绝啊，这次也值得学习啊，大了真的，兄弟真帅。刚才转一下应该记一下，你现在这样学习一下的时候感受它到了，就感受一下，然后定在这儿，还有多少两转。刚才管在哪里？管在上面。管在贴到脸上了。啊，贴到脸上了。不是贴一个大。哎，你说赫尔万一哪一遍没给他？不是这个字儿。来来。还要蹭染啊？对啊，他最后要出面。这样就好，然后那个我觉得你可以顺一点吧、哦、这个杀我完美完美导演再来最后一遍就是王老师小马婴儿怎么叫过来了婴儿不是这么叫拿走是啊小刘怎么布置的这么快啊？再推一下，大哥，再往前上。没事。不是，我感觉我脸都要炸了，好热啊那个。应该这样的，是不是？下面提个那啥？谁带着呢？谁在做？带着他的东西组完了。我这是啥呀？来了。我以为是汤圆。而且吃这个比较饱满。我的想走我的路，又凭什么规定我怎样发光？Oh, no.
下，给你们看一个穿衣服的。是不是很帅啊？不是，他是喷那个火。表情夸张一点吗？别流我的泪，装我的枪，做我的梦。要你要你管太乖。是吗？我的毛加油！加油！